主料，戚风蛋糕一个，辅料，大奶油，水果，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将戚风蛋糕均匀的分成三片，将带奶油加入适量的糖打发，在一片蛋糕上抹上奶油后，再放上喜欢的水果，然后再抹上一层奶油，接一来的两层也按这个顺序，然后装饰一下，美味的水果奶油蛋糕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：水果不要选择太硬的水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